在学校里面，老师言教身教，一走出校园，这个污染啊，光靠言教身教是不够的，所以环境很重要，所以身教不如境教，境教是由环境的教化。首先介绍环境对一个人的重要性。佛光山副住持慧开法师日前在屏东潮州讲堂主讲佛说《阿弥陀经》，以极乐净土为主轴，翻转大众对往生之后的恐惧印象，并引领探讨如何完成前往极乐净土的条件。我们可以借着大师所提倡的三好四给，以这些作为往生净土的福德之粮。除了具备足够的善根福德因缘，更要时常与佛陀 online。慧开法师分享念佛修持心法，更勉励面对人生最后一里路，要放下万缘，舍弃报身，才能够跟随佛菩萨前往净土。民间新闻台北屏东综合报道。